OK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的山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叫 Mountain Fromy 是不是？ Yeah。 哦，对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有请到了这个 Sam， 小 Sam。对，没想到在雪季之外能看见他。看来你也骑啊？你骑的是不是比我久一点？我不敢跟大神比呀、啊。对对对，哥别闹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我这不行。说这个 Sam 在有一段时间是不是经常来着？还是挺羡慕的。如果你住在北温的话，真的是每天都可以上来骑个一两趟。看一下这个 Sam 的车，这个是 Noco 的这个 Range。对。今天呢，我也要试验一下一些新的设备哈。看一下，我今天这次呢新整了一个头盔，据说是最轻的一个 Four Face 的这个 Helmet。然后呢，今天我还带了这个我的这个360相机。这次呢，我还重新买了一个这个护膝。对，我觉得呢，我现在水平上升了一点，所以说，不需要就是说整个脚都罩到那种护膝了。我觉得这种护膝呢会轻便一些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将要骑的这个 trail。OK， 出发准备完毕。OK。上坡还是有点累的哈，是不是这边道比较难一点？这边黑道比我也这样的，其他地方都会难一点，是不是？说到黑道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条黑道，对，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下去，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你要滑一个这么特别陡的肉下来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 drop， 我靠，真的吗？不，这不行吧？这不行吧？这个得能跳到那里，从这里得跳到这里，或者是直接 roll 下去到那里，然后前面又有个大 drop， 然后前面有个大跳坡，对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道，但是我觉得简单不到哪去吧。行吧，反正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挑战一下这边最简单的道啊、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边最简单的是什么样一个级别。哇，真的，这种电助力的太他妈爽了！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电助力的不让上这种山啊，没想到可以上。哇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滑了。对，你小心一点。没事，我等你，等你。滑了一下。碰到没有？有没有别的？在地上没啥事。嗯，还是得带护具。对，我忘了。
哇，爽爽爽！我给你增加了一下节目效果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拍到没？应该拍到了，可能。反正你肯定拍到，怪怪我趴的地方。对对对。OK OK， 这个总是要摔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擦伤？一点点小伤，没啥大问题。OK OK， Good Good。对，这个下次还是得会再护具，还是得护具。忘了今天。刚才被虐了一趟哈，感觉上坡也虐，下坡也虐。今天呢，因为刚下过雨，所以地面有点湿滑，对不对？这次呢，这个 Insta360 又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叫 Virtual Case， 你拍的时候就是拍不到壳子了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试用一下这个 Virtual Case 呢，我还是要吐槽一点哈，它这个打开机制实在是步骤太复杂了，你首先得把这个环拿下来，然后呢还要把这个 clip 打开，对，但是呢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东西再次被我弄坏哈，所以说我还是用一下吧。搞这种架子的总觉得有的时候没绑紧，特别是上了路以后就感觉哎呦是不是没绑紧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关牢啊，就会有这种担心，但是呢其实一般都是多余的。 North Shore 这边的道呢设计的更狂野一些，对不对？这总体难度会难一些，对，更 technical 一些，然后各种就比较窄那种，就是墓道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很多那种 drop， 对， drop 很多。如果说就算是绿道，我感觉它都有很多 drop， 所以一开始如果说对就是这种有落差的话比较害怕的新手，可能来这边会比较郁闷哈。这个道的这个维护的水平啊，还有这个道的设计的合理程度啊，都是比我觉得比 Burnaby 会好一些。对， Burnaby 的话我全当锻炼身体了，然后轻度的时候自己骑一骑，对，还是因为离家近嘛，下回跟你混。行行行 ，OK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